这里这里这里。把录取放下。秋冬一样会就是在这边让大家选择，然后当然我们这边也有非常丰富的男女童装型的这个羽绒外套，那还有这个 sports 区呢，也是利用很多创新的科技去提供大家运动的选择，让你不论是居家或者是运动，你都可以就是突破场合的限制。其实我会潜伏到 Uniqlo 买衣服，所以有时候 Uniqlo 店员应该会有看到我。潜伏的话会有特别的装扮，就是会戴口罩，还是会的。都一个人逛吗？会有朋友一起。嗯，自己平常吃什么风格？我其实都简单为主，因为工作的时候蛮容易有机会去变换造型的，所以我平常都是以宽松，比如说我现在身上这种宽裤就还蛮多的，然后 Uniqlo 的 jeans 我也蛮多的，破的牛仔裤或 boyfriend 的，然后大部分都是黑白灰或是蓝色系为主，就是蛮简约，然后可以让我移动的比较就是可以跑来跑去，不会让我有约束感的衣服。所以手受伤还好，然后就缝了八针，现在还好啦，现在就还是有伤疤，但是就慢慢让它复原。好，没问题了。OK， 谢谢。还有，今好像会担任那个台北电影节的颁奖。是。那如果那个男主角，对，班男主角嘛，那如果得奖人是好朋友，会那个线上拥抱及亲吻之类的吗？有这一题吗？我问一下兵哥，他愿不愿意？我应该会好好拥抱兵哥，因为我好久不见了，然后他给我很温暖的感觉，所以我应该好好拥抱兵哥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那最近除了那个拍片的吗？下半年应该还是会有电影的拍摄，然后我可能因为我拿到高雄拍，对，所以有一个短片会在今年执行拍摄，就是对自己会是幕后工作人员，不会是演员的身份。那最近有关心一下台湾的那个，就是像连续剧，就是和你像那个通灵跟那个画家，我有听说，但是我们还没有观赏。对，因为我都在飞来飞去，还没有机会观赏。所以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再尝试台湾的那个剧戏，就是连续。你要问我八点档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八点档，我觉得上次问过了。我不排斥，对，我一直都不排斥演电视剧，那只要有剧本是吸引我的或角色我觉得很有趣，我都乐意。对，我也不会再问别人。对。